浣熊。好。我是一个小浣熊，小浣熊，小浣熊。我是一个小浣熊，真漂亮。继续。第二配，小浣熊。我是一个小浣熊，小浣熊，小浣熊。我是一个小浣熊，真漂亮。我是一个小浣熊，小浣熊。我是一个小浣熊，啦啦啦啦啦！现在我们要回去故事时间。好吧。好，现在呢，我自己看见一个小浣熊，我说：“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”然后这个小浣熊说：“我自己在这儿，那等我的妈妈。我说：“我自己可以跟你画当好朋友。”他说：“好吧。”然后真的我们。找到一些吃的，然后呢，我们去一个房子。嗯，好。二。